一隨疫症喚起了工業的重要。最近幾個月，突如其來的疫情對香港以至全球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新仔利局過去半世紀都和香港一起面對不少的高低起伏，今次的戰役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加艱辛。縱然計劃趕不上變化，經濟前景一點都不樂觀，我們會本著使命堅持同本地的工商業界並肩同行，成為大家抗疫和應對經濟困難時的堅實夥伴。疫情期間，生產力局的同事亦緊守崗位，二月到現在我們舉行了多場的網絡研討會和培訓，並且有接近30,000人次的參加，希望透過數碼的渠道幫助香港保持競爭的優勢。期間，生產力局無間斷地幫助一系列的政府資助基金向申請者批出多達1,400,000港元。懷著積極的態度，我們銳意幫助業界通過政府提供的資源作出最適當的準備，幫助中小企可以復甦得更快。疫情初初爆發，我們已經透過局入面的技術專家團隊日以繼夜幫香港的有心人設立多條本地的口罩生產線，除了可以舒緩供應之外，更為本港企業帶來新的機遇，燃點再工業化，重塑香港製造。疫情顛覆了全球的資源整合，供應鏈亦都會重新排序。我們會繼續透過加強科研技術和數碼轉型，和業界共同跨越挑戰，迎接市場新需求和變化。無論是提供一站式的政府資助基金諮詢服務，到各種各類的培訓和科技的支援，生產力局會繼續擔當業界強大的後盾，和大家攜手向前。透過我們為中小企推出的顧問項目和測試服務，人員定價半價減免，希望我們略盡綿力舒緩業界的負擔。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希望疫情早日受控，令我們的家回復動力，營造更好的香港。